家门前就是湍急的洪水。美国东北部从10月31号万圣节接连两天遇上暴风雨导弹，纽约州部分地区单日降下131毫米雨量，引发洪水灾情。Right now we're just waiting for the water to recede so we can go in and assess exactly how much is damaged.家家户户被洪水围困，救难人员乘坐汽艇即刻救援。另一头还有民众目睹自己的家被大水冲走。根据报道，纽约州的上周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。In New York, a state of emergency in at least 11 counties. 来到美国麻州，还有龙卷风肆虐，树木、电线杆倒成一片，造成8栋房屋受损。I heard a big bang, and now I got trees stuck in my house.受到龙卷风和暴风雨影响，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超过800000户停电，部分地区灾情惨重，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原貌。大新闻周不贤编译。